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ask. Cause we can always get another glass. Got trip, got swag, got class. Just roll another one, then puff, puff, pass.今天要赶快冲出去拍片，因为我今天要快想回台湾一趟，要确保回台湾的东西也有带着。OK， 手机钱包，我台湾的手机，台湾的手机。哦，差点忘记。好。喂喂 ，Hello， 嗨，我而家落去啊。OK， 这个应该会是非常充实的一个 vlog。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什么？什么？他们开心吗？我们好的，我现在呢就是中场休息的时间，是整个房子充满着非常香的味道。其实他是拿了我炖鸡的 recipe 来炖牛肉，所以他可能要炖久一点。本身炖鸡40分钟，但我想他今晚才吃到那个牛肉。我上次vlog有跟大家讲过，我们最近在做一堂法文课程嘛，然后我们的老师就是老师吗？对。昨天刚刚拍完了所有的正课，你觉得好长，但系好满足咯，真系好满足。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好满意我写嘅内容，真系好满足，就觉得终于 deliver 到自己想 deliver 嘅嘢。我一开始也觉得法文好像是一个很难亲近的语言，但其实世界上面讲法文的人口还是很多的。我今次喺香港都遇到讲法文嘅人，真的。我有一次去搭的士，跟住问，即系我上咗的士，跟住问司机话肯唔肯过海，佢话唔肯过海，跟住我就觉得好 frustrated， 我就落车啦。咁搞错又唔肯过海，跟住就俾一个喺度等的士嘅一个人听到，佢话你哋要搵过海的士啊，跟住你咁我搭啦，咁样用法文同我讲。我之前其实有学过比较系统化的广东话，背这些东西，然后就其实真的很难。后来到香港这个环境啊，在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境下面，其实你自然而然就是对这个语言发现，你开始慢慢听得懂了，或者是你开始慢慢变得比较自信，那你学这件事，学习语言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好玩。我觉得我哋设计个课程系实用性嘅嘢，同埋道理性嘅嘢系。個比例啱啱好，因為課文上面就會係一啲好實用嘅嘢，佢會有好多 expression 啦，有啲 set phrases 啦，但係去到 grammar 方面又會係好似 formula 嘅嘢，跟住點樣運用就可以正確咁樣講到個 grammar 出嚟，即係呢啲嘢都有，所以我自己係真係覺得好滿足咯。希望係有想學法文嘅人會覺得係有用嘅一個課程。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正在募资期。那募资期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钱去上到课的一个期间啦。那我这边呢还会有一个额外的 promo code， 我会放在info box 给大家，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虽然你没有见过伊言，那伊言我见过，那见过。我上次来的时候，他在 press face 跟发。那因为 Ian 是 Canadian 嘛，所以其实在他们的学制里面，就小时候都要学法文的。所以呢，我想要跟你学一些。超仔，超仔，你话 je peux avoir ton numéro？ Je peux avoir ton numéro？ Numéro？ 哦，可唔可以要你嘅 number？ OK， 有用吗？有用吗？这句话有用啊，有用啊，好靓仔啊 ！OK， tu es tu es trop beau beau， tu es trop beau， tu es mignon， tu es mignon， tu veux allerTu veux aller boire un verre? Un verre. 所以你咪同我去饮杯嘢啊？喂，你好哦，你看他的狗狗。Hello, Ian. 好。我是 on video. Yeah, you're on video. I'm not ready. Je peux avoir ton numéro? 你已经有我的电话号码。成功了！哇，你听得懂 ？Tu es mignon.我忘记了这个字。他是说你很丑。Tu veux aller boire un verre? Boire? Of what? 问你要喝什么 ？La bière. La bière. Nice. J'ai oublié tout mon français. Pardon. 对唔住，我唔记得晒我啲法文。他有成功嘅。有。系
你的法文好过他的法文。好啦，挑战成功，然后谢谢我终于跟 Maddie 拍到影片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这堂法文课。好，拜拜。OK 现在我们来试食了。我好喜欢喝洋葱汤的，我也是，我应该落多啲芝士。嗯，我觉得我这个是少少偏甜啲咯，即系我有饮过出面嗰啲系很咸的，因为比较清淡。法国人都 approve 的料理。我现在做一件我一直很想在嘎子家做的事情，就是在厨房吃东西跟喝酒，白酒加冰。好喝，我会被骂这样子。这个一定会播。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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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电脑刚刚狠狠地撞到了我的墙壁。我跟你说，因为我今天没有 check in 行李嘛，我是9:10降落的，然后10:15我就回到家里了。就大家看一下，我有在剪片的，这个是我希望这个礼拜可以出的影片，但我现在才在初剪的阶段而已。虽然时间很短，但回到家还是蛮开心的。希望今年可以，可能每1-2个月就可以回家一次，这是我今年的心愿。对。Hello， 今天开会的午餐蛮不错吃。你现在补口红吗？你都要吃饭还补口红？哎，我忘记了。不好意思，红萝卜先拿出来啊！不好意思，红萝卜不行，是不是？因为我就你要加入吗？我要加入我的 vlog 吗？Baby, what you say can make or break my day. Hey, hey. Oh, okay. 好，下下去，谢谢。사랑한다고말해줘믿어줄수있겠니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else 전화출입인증빈请关机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bin door Baby, I owe you, means I love youGood morning, guys. 等一下有消防要上来检查，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现金可以给他们呢。完了 ，Oh no！ 我就200块，是多少钱来的？我忘记了。啊，250。我现在从家里凑出250块出来，我这边有200。20、30、30万。好會響啊！響喺正常嘅，表示工作緊嘅。好，現在準備去上班了。我今天早上請了 work from home， 因為為了我的消防檢查 ，which took me like 3 minutes。然后今天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行程，那就是我今天晚上要去听 JJ 的演唱会。有没有觉得我最近一直在听演唱会？我有点 get 到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去演唱会了，因为那个气氛跟在家自己听歌真的是不一样。其实我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听 JJ 的，然后我那时候是在美国的 Reno
看的，然后那次也真的是有点震惊到我，就是怎么可以有人唱的比 CD 还要好听。上班去，拜拜。Friday， 今天的午餐是糖仔、胡兰轩啦、炸酱同，我还点了什么？鸡肉。这个课程之后才知道炸酱不能加进去。准备走去那个海旁听 JJ 的演唱会。我们一群人都是今天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演唱会是七点开始。我们还在那边什么啊，七点再碰面好了之类。想吃后吃头发一下。嗯，那薯条好吃哦，那谁？来来来，我不爱吃薯条。天过云山，我遇上对。先转身，那些年如雨寒，乱唱。那些遗憾，那些的风，我陪你去疯。等不到天亮，也不会再流泪。悄悄啊。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